不会是怀孕了吧？ 不是我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上个厕所，这下我一跳，憋着不许去。大明天生日你别忘了啊！哟，我真忘了。那明天我下班早点回家呗，东西还没买呢。我都准备好了，但你想现在为时已晚。老公，做生意呢有赔有赚，对不对？ 那窟窿呢？我们总是要补上去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往后的生意还怎么做啊？至于那些房子啊，还有其他的什么交上去抵债，那都是暂时的，我们还没有到要做财产转移去赖账的地步。你交男朋友了？您是打算跟我介绍吗？需要吗？ 嗨，依你的条件应该不缺。我不能为了你一个人开了先河，破了规矩。我就要现在拿到去年的提成。